Hello 呀，是一朵呀。终于放假了，我来郑州喽，到我妹这里，她在旁边玩王者荣耀，好像马上要结束了。我的黑眼圈一直都很重，然后泪沟也很严重，所以我就想去填一下泪沟，然后到这边就去面诊医生了，他说要用脂肪的填充。哎呀，好纠结呀，不知道要不要去做。我听我同事说的好像是脂肪填充很容易吸收的，填了几个月就没了。那如果那么快吸收了，我好心疼，花这么多钱，然后还遭了罪，还什么作用都没有，所以应该怎么办呀？然后我明天再去看一看，然后跟那个医生沟通一下，看怎么样，他的技术应该还挺好的，看看要不要去做了，毕竟也是一个小手术来的，还是有一点紧张，有点害怕的。脂肪填充靠不靠谱呢？小伙伴如果有意见，然后好的意见可以在评论区跟我留言，可以交流一下。今天分享就到这里啦，下期见了，拜拜。这个小姐姐还在玩。